主料：小鲜肉800克，辅料：葱、姜、蒜，料酒、酱油。准备葱姜蒜，切碎，处理好的鱿鱼，表面那层膜也撕掉不要，将鱿鱼横切两刀，也可快网格，可是我刀工有限，费时，呵呵。将切好的鱿鱼倒入清水中焯水，加适量料酒去腥，当鱿鱼一变色就可捞起，要不然就太老了。焯好水的鱿鱼微卷，另起锅加花生油爆香葱、姜、蒜，倒入焯好水的鱿鱼，加入适量酱油、盐、鸡粉，继续翻炒即可起锅了。香气十足的鱿鱼来了，烹饪技巧也可加入花椒、辣椒，做成川味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